盐水风炮在今天早上热闹举行起炮仪式，有不少外地的游客全副武装来抢先体验。而今年正逢台南400年，现场400座的炮城是疫情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。起重机绑着超长鞭炮，噼里啪啦鞭炮声一路往上燃放。起炮过后，一年一度盐水风炮正式登场。冲天炮一发接一发，炮火四处飞窜，教班人员抬着神轿绕境，大型炮城随后点燃，吸引民众离炮去厄运。盐水五庙的神轿就要在盐水地区来绕境，然后呢，随到之处就有一些炮城会启动，然后到明天晚上达到高峰。不少外地游客有备而来，全副武装准备大施身手。我们每年都会来，因为我的奶奶是盐水人。安全帽的后面一定要一些这个保护的那个罩，脖子才不会被射到，然后一定要全罩，然后一定要穿牛仔裤。台南盐水风炮2324号开炸，估计现场400座炮城是疫情过后最盛大的一次。作为疫情到今拢平静，今年搁拄到两年，台南400咱的今年的炮城增加到400座。所以嘛，真闹热。尽管今年五庙屋顶拆除整修，为了避免风炮窜入造成危险，首度改到了隔条街的五庙路文武街口释放，依旧热闹滚滚。预计将吸引上千民众涌入盐水小镇，体验越炸越旺的年度民俗盛事。记者许崇文、吕兆燕 SNG 小组台南报道。明天就是元宵节了，全台各地灯会盛大展开。另外，手拿的龙年提灯也很吸睛，各大超商是应景的推出了卡通造型的灯笼，像是有宝可梦的款式，还有蜡笔小新、史努比等等的样式，让民众抢着来入手留念。另外，在台北有15间的公庙也免费发送小提灯。新年快乐！公庙门前大排长龙，不少信众趁着元宵节前夕，一大早就来抢龙年提灯。虽然慈幼宫每年都会放放小提灯，今年也不例外，推出七彩龙灯造型，从大年初九一路发到元宵节。喜欢这个提灯，代表平安。因为每年都会来啊，对啊，几乎每年都会，是今年早上早一点来，人比较少。七彩龙脚踩龙珠，象征好运龙带来。有270年历史的慈幼宫，今年在推出龙年小灯笼，限量40000个，分2个时段免费发送。元宵节再额外加开晚上提次。现在很多厂商不做，因为量不够没有这个成本又涨很多。像今年的花灯比去年、前年的话，涨了差不多快50%，所以物价又上涨，有人都买不下去。皮卡丘戴上中国风帽子，开心招手超萌。全家推出宝可梦造型的灯笼，有2款角色造型，能用手机手电筒当作光源，或是自备 LED 小灯，会有肖像剪影。问题灯就是它会亮嘛，但这个的话，它是可以有用剪影来看到皮卡丘的造型，觉得很可爱，然后又可以就有种可以玩的感觉。Seven 也不遑多让，推出 Open 奖造型灯笼，嘉南地区还有限定的五角光雕提灯，另外还有蜡笔小新、史努比的灯折纸灯笼，立体造型超吸睛。考虑加码多少？我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再来做分送。多多龙充气提灯超可爱，彰化月影灯记发送限量多多龙小提灯，吸引大批民众排队。网络上更开出4个5200元，让不少人直呼价钱太夸张。对此，彰化县府呼吁元宵节会再免费发2000个可爱龙年提灯，吸引民众目光。记者张雄、王嘉庆台北报道。